近日，颖儿在自己微博晒出两张照片，并配文称偷拍认真的老公看剧本，边看边写。照片中，她身穿白色吊带连衣裙，笑容甜美，身边的付辛博趴在桌子上认真地做着笔记，看起来十分刻苦。据悉，早些日子，颖儿和付辛博成功地在巴厘岛举行了浪漫的婚礼。如今的颖儿与付辛博几乎是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办完了，接下来应该在工作上也要开始忙碌了。在过去的一年里，我们的颖儿和付辛博成功拿出了最好的作品，回馈给了全国各地的粉丝，让我们见证了他们最美的时刻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